早安。我们今天就是兄弟姐妹，表兄弟姐妹们要出发去六福村玩。然后呢，因为要去景安捷运站坐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骑摩托车去景安捷运站。我们呢做了一件非常的愚蠢的事，我们后来发现那波车5350，在我们家附近其实就搭得到了。被人家教唆之后，我们要搭人家自己开的那种小巴，一个人200到600。希望我们到六福村了。耶！今天路远有一个100块托福袋。来试一下，蚂蚁上树。什么？溜溜球，还有雷赛什么？乐高不错。哎，这是正版的乐高不是吗？不是吧？是吗？是吗？可是这有比两个扑克牌好啊，两个扑克牌。安内，你刚刚吃的什么？是谁的？我的，对不对？好吃吗？那你现在等一下要去玩什么？要看灰熊吗？那要看长颈鹿吗？要。把溜溜球线丢下去了。溜溜球线丢到里面去的部分。确定有丢线？有巴士。有巴士。那个 VCR 重播。干嘛一进来就给我那么雷啊？应该就是甩开就可以开了。VCR 重播会。来。那个线。你有看到线，我就要做了。那边。有没有？啊。有没有？救回线的，回去看，去看得到，扶着他，OK， 完成，阿磊 ，Rock and Roll， 又，看我这里带点 swaggy 的感觉，我要歪歪的。太可惜了，那个风火轮在保养中。阿磊 ，Crazy Time， 对，坐在两个盘子中间。你说看我，现在在排这个海盗船，妈的海盗船啊！这个怒吼青春，刚刚那个青春的部分。希望我的旅途会比我想象的还要完美。看不到，不要。我们要去做大海怪了，要去放包。让你我自己做。你不知道怎么做啊？让你。自己做啊。准备开始喽。好大哦。飞机太大喊，我想拉屎，我想拉屎，大声一点，没有人听到，我想拉屎。这一桌加起来大概1000多块，
1000块，可以去吃很饱了。来吧，骑上马背，骑上马背，可以立刻骑上马背，大声喊驾驾驾！你要驾驾驾！好的，一二三。Do you want to dance?
人哦，就是报仇人家的好时机，因为你们做对反，然后吐口水，对方都会被你杀到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你就一个。这要要要要要要。你看，他的带另外一边。哇，好 hip hop。这个吗？阿奶看我。这个我的配齐的。你看我，看我，阿奶，阿奶。那我看。不要。你说要要要要。Rock and roll。Rock and roll。Rock and roll。不要看你。Check it out。你吧。不要看你。给你看了。要。经过了一天的洗礼，下山很暗，你们可能看我看像鬼一样，但是我们要回家啦，我们要回家吃饭咯。今天很开心，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姐妹们，不是兄弟姐妹们呢，你刚刚五位里面有两位是我们的舅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我们年纪都很相近，就是辈分不同，然后但是因为大家各自都就是很少能够一起聚在一起，但是我厂在国外，他也都住在国外，然后我弟呢就是打工什么，然后舅舅他们也要上班嘛，所以大家都很忙，今天终于有时间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一起来游乐园玩，希望以后的过年呢也是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一起出来玩啦。我们来领照片啦。但是我没有坐在我面前吗？哦，因为几个是人客。谢谢，看一下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刚拍的，然后是鬼脸，然后他就是送一个这个样子的。